小林，今天要教大家怎样洗 Agora Pants。 OK， 前两天教了大家怎么去穿 Agora Pants， 今天呢就来教大家如何清洗我们的 Agora Pants 啦。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你还穿着 Agora Pants 来洗呀、不是很麻烦，等下湿了怎么办？ OK， 其实哦，穿着 Agora Pants 来洗更加好。为什么？因为 Agora Pants 呢可以支撑着我们的腰，所以呢我们的腰呢就不会这样容易受伤咯。再来它也是可以支撑着我们的膝盖，所以呢其实可以 帮助我们减少受伤的几率啦。所以呢就算是一些人啊可能觉得煮东西的时候穿这件裤子啊很麻烦啊，其实不是的，其实它更好，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支撑着我们的腰还有我们的脚，不会这样容易受伤，不会这样容易腰酸背痛咯。 OK， 这样大家其实我今天没有穿袜子哦。 OK， 因为我的脚踝呢其实真的是好痊愈到七七八八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Agora Socks 哦，非常感谢我们的 founder 把这一个这么棒的那个产品引进来。 OK， 手势不宜迟，我们就来洗 Agora Pants 啦。 OK， 说洗 Agora Pants 之前呢，我们可以就是准备一桶水，说的水呢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些水壶的水哦，不用讲室温水的啊。然后它里面我刚才已经装好了啦，所以就大概这样子，然后就把我们的裤子放进去。如果说没有什么流汗啊，或者是没有什么出门的话呢，其实我们这样子用清水洗就可以了的。 OK， so 这样子，当然洗之前呢也是要确保我们身边呢没有尖锐的那些物品啦。 OK， 来避免我们的裤子被刮到啊还是什么东西这样咯。OK，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我放一点。如果要放肥皂的话呢，可以放这种好像 baby 用的，还有写着那种 gentle 啊，然后猫啊这样子的那种肥皂就可以了的，不需要放那种洗衣液啦。OK， 因为我们要保护着我们的裤子，我们裤子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科技啦。OK， 所以我就会放一点点这样子啦，一点点就够了咯。OK， so。放了，然后就上下这样子啦，就随便冲它一下，还有这么 ，OK， so 这样子大概冲洗了，然后我们就拿起来，然后轻轻的按压就可以了哦，轻轻的按压把那个水按出来，大家。记得不要扭转哦，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纤维来的，所以我们要保护着它。 OK， 所以我们这样轻轻按压就把那个水挤出来了。 OK， 然后这里呢就倒掉，然后我们就换水了。换水也是一样哦，用那种水壶的水啊， back water。过水的时候就过大概两三次就够了的，不用太干净，因为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裤子啊，希望就是可以穿久一点，所以呢就这样子过两三次就够了咯，就这样上下，不用讲特地去搓啊，因为我们的裤子本身已经是抗菌防臭了嘛，所以呢它不会讲挤肮脏的啊。然后就算穿着我们的 Agora Pants 来洗这个裤子哦，就算啊如果有被喷到的话，我们的裤子呢会很快的帮我们蒸发掉那个水分的，所以就好像我们穿去运动这样子哦，那个我们的汗水呢会很容易蒸发掉，所以不用怕哦，如果弄湿了我那个裤子会很不舒服啊。 OK， 然后这是第二次。如果大家呢环保的话，我平时是会拿来冲马桶啦，就是那个水不要倒掉，只是拿来冲马桶。 OK， so 再来第三次。OK， so 也是一样哦，第三次水就可以了。如果大家一定很好奇哦，为什么要用手洗，不能丢进洗衣机洗？ OK， 我问大家哦，如果是你很喜欢的衣服啦，你会丢进洗衣机吗？你会给洗衣机搅吗？不会吗？是不是？所以呢也是一样，我们这个Agora Pants 呢也是我们的宝贝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爱惜它疼它。 OK， 所以我们过了第三次的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一条毛巾把它卷起来。
来条干的毛巾呢，就大概这样子啦。先折一半比较方便吧。OK， 就这样子，然后那我们毛巾把它卷进去，这样子卷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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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吸干那个水。OK， 吸了呢，它就这样子轻轻按它就可以了。大家记得不要去扭转它哦。OK， so 再来呢，就是差不多那个水已经被吸完了啦。OK， 吸完了，然后我们就拿一个 hanger， 拿一个衣架，这样子把它吊起来。吊起来，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样子 ，OK， 然后呢就晾在风扇下面就可以了。晾在风扇下面，曝光，你这样 ，OK， 晾在风扇下面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这样按的？随便啦 ，OK， 所以晾在风扇下面就可以了。大家记得不用去放在太阳下面晒哦 ，OK， 因为这是我们宝贝来的，里面呢是有科技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健康的 ，OK， 所以就好像我们把一个按摩椅穿在我们身上这样子哈，所以要好好的照顾它，不要把它丢进洗衣机，它会哭的 ，OK， 所以啊就是要好好的照顾它咯，用手洗，然后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用我们这种啊 baby 的这种 shampoo 啊，或者是 body bath 啊。或者是洗 baby 衣的那种很柔和的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晾在风扇就够了，不用去暴晒 ，OK， 不要记得不要扭转它，然后也不需要用洗衣液，然后也不需要暴晒 ，OK， so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询问我，可以 PM 我，哇有点热 ，OK。因为很hot啦，这个月 ，OK， 所以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可以 PM 我，然后有什么疑问的话，关于其他的 BE 的产品呢，都可以问我啦。OK， 所以大家离开之前，大家离开之前，请不要吝啬，帮我点个赞 ，Hello Sherin， 然后并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怎么去照顾我们的Alora Pants。OK， 好啦，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